你好，很开心能够在这边认识您。首先呢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姓王，我叫王亚杰。我的家乡呢，在中国的河北省。我呢是一个很细心，也很有耐心的一个人。对人对事呢，也非常的有责任感。很善良，也很真诚。性格呢也比较温和。我平常的爱好呢，喜欢阅读。喜欢看一些新闻，还有杂志，然后呢，也非常的喜欢旅行，因为这样呢，可以增加自己的见闻，看到不同的人、事物和风景的时候呢，都会让自己的这个思维呢更加的开阔。我呢也非常的喜欢运动，因为这样呢可以强身健体，有一句话叫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只有把自己的身体，锻炼好，有一个健康的体魄，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之前呢是在中国这边做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工作，我非常喜欢这个行业，我也非常喜欢可爱的小朋友们。我希望呢，有机会能够到那边去工作，然后，把中国很优秀的传统的知识和文化来分享给大家。我也希望能够凭借我个人的努力和认真工作，然后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好老师，也让我的学生。能够把知识学好，健康快乐的成长。那下面呢，我就来试讲一段课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开始讲课。那我这边呢，做了一些卡片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按卡片上所写的内容呢，我们来讲一下。在学习新的知识。之前呢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。那我们都知道呢，我们的拼音呢由声母、韵母和音调组成。上节课呢，我们学习了拼音的四个音调。那这节课呢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，再读一下。来，大家从第一个开始念。跟我读，啊，啊，啊，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把声母、韵母、音调一起读一下。瓜，巴，卦，拔，卦，把，卦，霸，妈，妈，马，麻，马，马，骂，骂。好的。复习完上节课的内容呢，我们现在来学习这节课的新内容。那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大家喜欢去动物园吗？都非常的喜欢去动物园。动物园里面呢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动物园里面可爱的小动物们，用中文去怎么念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第一个。这什么呀？mouse，那用中文怎么念呢？来跟老师读，老，老，师五，鼠，老鼠，老鼠。这是什么呢？那它用中文怎么念呢？
来跟我读，小小猫猫，小猫小猫。熊熊猫猫，熊猫熊猫，是后鼻音。熊熊猫，小小鸡鸡。小鸡，小鸡，猫猫，头头，鹰鹰，猫头鹰，猫头鹰。Tiger 怎么念呢？来看一下，跟我读 ：l ao lao he wu hu， 老虎，老虎。te wu 兔 ，zi yi 字，兔子，兔子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再从头再读一遍。一个生词呢，我们读两遍。老鼠，老鼠。小猫，小猫。熊猫，熊猫，熊猫。小鸡，小鸡，小鸡。猫头鹰，猫头鹰，老虎，老虎，兔子，兔子。那好，看一下我们的单词，看一下这两个，这两个读音呢非常的相似，一个是老虎 ，he wu hu， 一个是老鼠 ，shi wu shu， 老虎，老鼠。那老师呢也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，那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这些读音，当看到这些小动物的时候呢，能够用中文来说出它叫什么名字。那学完今天的课程呢，那我们来做一个游戏，那这个也是我才艺展示的一个部分，那就是这个手工课。我拿出了一点时间呢，我已经做好了一些比较复杂的，现在呢展示一下。这个，是千纸鹤，还有小船，这个呢是一架飞机，
这个是不同类型的飞机。还有这个是男生很喜欢的宝剑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这边做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。拿出一张纸，然后找成正方形，对折。这个就是心。那下边呢，我这边，这些东西都是我刚画好的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我呢自己非常喜欢，中国的一些古文化，还有一些文学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是中国的毛笔字和毛笔画，是我自己画的，自己写的。这是竹子，这个呢是一首诗，是关于竹子的一首诗。我呢，非常的喜欢竹子，因为竹子呢，在中国呢，代表的是，就是形容一个人很正直，但是同时呢又很谦虚，就一般用竹子来形容这个人，同时也形容一个人呢，非常的高风亮节。那下面呢，我还有一个，就是小才艺吧，这个呢叫剪纸，它就是不用笔，用剪刀和纸，然后来做一幅画。那好，现在开始我的表演。先拿一张纸，对折，再对折，再对折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拿剪刀。去剪这张纸，我这个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手工课。其实我的爱好还挺广泛的。有的时候我会经常从网上搜各种视频，然后去学变魔术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，还有一些简单的广场舞。差不多要讲完了。OK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打开。
这个。这个呢是一个春节的春字，这个就要剪纸。我现在剪的是一个窗花，它在过年的时候呢，中国人呢喜欢把这个贴在这个玻璃上，是红色的。我这个是用白纸涂成红色的，不是特别的鲜艳颜色。会把它贴在玻璃上，然后呢，象征着一年新的一年红红火火，万事如意。那也把这份运气，也把这份祝福送给你们，啊，这是剪纸。希望呢，今后有时间，能够给你们带来更多我的才艺。那最后呢，就唱一小段歌，结束今天的视频吧。应该看那阵刮成这个爱，不提应该看那阵刮特这个爱，沾沙提蜜糖该提暗糖和他手在带拨，不过疼还如提我说太老长要迷花买。是我之前自学过一段泰语的那个读音，唱得不好，希望多多海涵，拜拜。